可以啊，OK。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哦。嗯。还是一样把相面大师打开来，因为我们相面大师哦，光讲这个，我可以讲两节课，哦，还搞不好讲不完，因为里面的功能真的是比较多。但是因为你们有一些受限于那个，因为他付费嘛，对不对？好，那付费的话，可能就你有些功能会被限制住。哦，那我们以你们有的现有的为准哈、哦。那我们刚开始第一个先把这一个我有给你们这张嘛哈，李碧的相片，哦，打开来，哦，那一天我有教到很多工具嘛，对不对？第一个工具的部分，对不对？有没有？工具的部分有裁切、旋转嘛？哦，有移除，哦，有去模糊，有去噪点，哦，然后这个透视的部分，尤其这个透视对你们来讲比较常用到，对不对？那裁切跟旋转也常在用到。那移除的部分有没有？那你有讲过，你如果有什么东西要需要修改的？你像我这张相片出现什么问题？这个人，这个有一个人，算一个人是。那你怎么进不去嘞？要从哪里进？他是用封锁的。相片大师。对啊，上面相片。没有啊，编辑啊。编辑，然后如果只有这一点点相片。更多。好。好，你再把它打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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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叉。刚刚那个打叉。打叉。就不要理他，因为他叫你付费了。再打叉。不是，就你打叉。然后嘞，走到我。然后，好，他不给我进了，看他开不开心。昨天我还进得去，今天进不去。这是我自己上。进去啊。这是，那就几张没有你的那相片嘞。你要加进去了。我有，啊，那张相片是没有加进去，我就几张而已啊，是为什么？还是我没有加到相片大师里去。你没有加到相片大师里面去，老师丢的照片要全部把它丢在那个相片大师，就很快就找得到了。有没有？在里面。你那天几号？编辑。对呀，对对对。好，知道了。编辑，换焦。编辑里面，哎，老师找编辑没有那个相片。工具，点工具。没有。右手边第一个工具啊，左下角。没有，他还没进去，老师。哦，你要先进去啊。进到那个。你先点一张相片啊。哦，是要点一张相片。对。点那个，上次你们当过下来的相片。要往前。有，在这边。不是这张啊。点哪一张？那个女生这个哈，把它点出来哈。哦。好，点出来了。好，艾米迟到了，拿三杯。没有，他没迟到，刚才在楼下，我看到他。哎，怎么又是我们这几个啊？没有，我没有那一张，随便一张。今天来了就会赚到。有啊。他那张，他那张有下载。那你没有下载到，赶快进去里面那个下载。好，那刚才讲过，移除的部分有没有像这样子？它这里有多一个人头，我们就想办法，我们就把那个用手指头点一点，把它点一点，把它放大，先把它放大，你看到吗？这里有点小瑕疵，我们把它放大，按点移除。工具里去找。哦，把它放大，然后把这个利用这个手指头把它涂一涂，有没有？你先点移除，然后再。对，然后再点一下这个，它就。他就会这样子了，有看到吗？那天我讲过，这个是表示你要涂的那个圈圈的大小，有没有？25%，哦，你甚至可以拉到，如果你要点大面积的，你把那个圈圈拉大，它就会圈圈会变大。那如果你擦过头了，你就把点那个什么橡皮擦，对不对？下载什么？跟我讲。没有啊，就是上次的那个 bikini 的。我上次没来。
上次没来。有啊。我们在群组里面有那个啊。我们在群组里面，你看这个群组，我们群组，群组，然后，对，点下去以后，然后点相簿，这边点一下，点相簿，相簿点完以后找那个，找这些，找这些，好，然后按，对，这点起来，然后按下载。还要下载，他还没下载。对啊，还没下载。他回去以后，就把那个相片大师打开了。相片什么？相片大师。有没有下载？我没有相片大师。有啦，那天你在。我没有来，他就没有。啊？我没有来。你要帮他。上个礼拜没来。那你就在那个。那你把那个相片大师。我在相片里面下。冠状大师。啊。老师，我找不到那个遗嘱工具里面的。不是在这里啊。在哪里？叶子哎。哦，要叶子啊！不是要讲的是相片大师，不是相片大师。来，老师什么遗嘱在哪里？老师家人的工具。工具，我看有什么玩意儿？老师，那我已经有了。工具。工具里面的遗嘱这边点一个。哦，那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啊，因为第一次用，啊，就会这样子。哦。那你们如果没有付费的，他只一天只能让你用一次，那就一天用一次这样。对。可是这样都会过头嘞。过头你就把橡皮擦点一下，橡皮擦把它弄回来。哦，还有橡皮擦。或者是这边一个打勾的，这边有一个。返回，对。你橡皮擦是下载的吗？好了，那你就。我本来就有。哦，那你就点一下，允许所有相片，然后刚刚讲的是这个，点一下。然后按工具里面的这个叫做遗嘱，那你现在我把它放大，把这个擦掉，那点着这个放大，把这个瑕疵给擦掉，哦，好了，没有擦掉，那就你擦，这边擦，点遗嘱哈，不对啊，你要点现在擦，对。好，按遗嘱，它就变不见了。传到群组就可以。有没有？群组在这。好，放大来。老师，他找不到这一张，你来帮他下载吧，不然话他讲到群组嘛。不是，来，这边有一个叫做相簿的，点一下。不见了。好，往下。哦，对。他有没有在时间网啊？在这里。对。没有，放这个吧。不是，再点进去，里面就有。按下载，是它比较快，我都很少用哦。好，对，哦，那你这样就会把这些杂的东西移除掉了。好，那我们就按点移除，你看一下有没有？好，那因为这个下面已经放很大了，哦，那你如果缩小的话，它根本它没有很清楚啊，你看，它几乎就已经不见，对不对？好，这是我们讲的遗嘱啊，叫做遗嘱，是里面就有。好，那一天也教了那个调整，有没有？这调整的部分我就不说了哈，因为这个叫做调整，它是暗部亮部，或者点一个 auto， 好，它就会自动帮你调亮。如果不是你想要的那个相片的这样子哈，你可以调暗一点，调亮一点，由你自己去决定。好，简单讲一下。那再来就是有没有那天讲有讲什么人像工具，有没有教你怎么修皮肤啊？教你怎么修那个把脸变得让它笑，有没有？然后皮肤变得比较柔和，啊，然后牙齿变白，有没有？要把它撑开来。对，然后鼻子变大，有没有？那天我都有教了啊。好，你们这个就自己回去玩一下。还有包括那个瘦身的，啊，瘦脚、瘦脸的，好。你看，我如果把脸，把那个脚有没有？往左滑，往右滑，它脚有明显的变动，有没有？好，那个时候我就不讲了。那天也有讲到什么？
效果怎么样？效果会怎样？这个 install for 就是它会把它做一个子母画面，你点一下它，点一下它，哦，有看到吗？它有一个背景，有没有？它有会有一个背景模糊的，然后这个是一个主体。老师，你现在点哪一个？那个英文的效果，效果那个效果里面效果第一个。哦，那个 AI 旁边有一个叫效果的，你点一下去，有没有？要我点一下，好，你看，啊，这有 install， 那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诶，会有一个背景，啊，有一个背景，模糊的，然后一个主体清楚的这样子，啊，就有模糊跟清楚，然后呢？它就是这样子的效果啊。它后面等于多了一个背板，你有看到吗？有啊，问题是是不是？这个是等于是它后面多一个背景给你，有些人会喜欢这种效果。啊，可以换吗？可以，不喜欢，不喜欢。它的背景是利用这个的去做模糊，你看到吗？哦，它是用这个东西过做模糊，哦，好。然后再来就是效果里面，我那天有讲自然光有没有？你点一下，它会 有那个光线，有没有？有。哦，还有那个 HDR， 包括柔焦工具，哦，焦点、暗角，暗角会用到什么？你这个四边的角会变成怎么样？变稍微黑，哦，你视觉效果就会比较集中。最重要的是什么？镜像，有没有？镜像我会把它做成一个镜子一样。哦，那天玩过很多效果，有没有？哦，我们再来玩一次看看。镜像。老师，请问你的效果是从哪边进去的？我怎么我没有效果？底下啊。跟我一样，刚才找不到效果。下面那个。对吧？我也是常常找不到效果。对了，往右滑。不对，你现在在单元里面，你现在要进入这个效果，点一下。这里面很多秘密跟我们隐藏。好，像这个要做成镜子，怎么样？做哪边的做镜子？好，做成镜子。怎么做成镜子？有双胞胎的。双胞胎的有没有这个？哦，这样也可以做成双胞胎。哪里有镜子？有像那个镜子。你点下去啊。那个，我怎么变笨了？镜像那边。这边有一个叫做镜面。这边。这个比较好看，对不对？对啊，对啊，嗯，就用这一个。哦哦哦，这样就变成镜面了。哦哦哦，好，谢谢。怎么样？还可以做四边。那天我们是用蝴蝶来做，对不对？对。哦，那个就很漂亮了。好，哦，你看这个做四边，来这样子，来看一下，啊，这样做四边，你看那个人，两个人刚好做一个中间对称，有没有？对。好，哦，我们再把它集中一点。那个太阳呢？让它变一个。让它变一个太阳，哦，看，这样也是一个创意啊，哦。刚才做的创意。那这个跟那个用镜子反光照有什么不一样？都一样啊，只是说你这样的话是合成啊，啊，它那个是直接拍出来的啊。哦，对，对不对？真的直接拍出来。好，那我们这个我们是自把它用软体把它做成，啊，那个是。直接有把它拍出来的，哦。好，知道。老师，烟火是在哪里啊？好。是。好，那个效果还很多嘛，哦，这个包括抽色，那天讲你点一个黄色，它就把黄色抽出来，其他颜色就变什么？变黑白了，哦。好，这些以上我就不再多说了，哦。那我们再来就是。那天讲，你讲了天空嘛，对不对？好，天空我要变颜色，变成，因为现在是黄色调，那我如果要找一个黄色调的，让天空变比较漂亮，有没有？等一下，来看一下，有没有？哦，变蓝色。对，稍微变一点蓝，它黄跟蓝。啊。好。
刚才讲过哦，天空变了以后，底下再点一下，底下再点一下，点一下会怎样？它会增加地平线，你要去瞄准它的地平线哦，上面让它有不要这让它产生违和感。点一下，点哪里？这边有没有？你的不是你的。你的这个天空可以调整你、可以移动你要的你要的位置有没有？用手在移动。对。对对。那再来就是你那个地平线，天空地平线点一下。地平线点一下，这里就会变成白或者是暗啊、亮或是暗。有看到？好。那再来前景，你的前景可以让它明或者暗，啊、哦，再点一下前景，有没有？我可以前景让它暗一点，有没有？我或者我前景让它亮一点，啊、哦，这都可以自己去调整，别人你自己想要什么样的风格，好、哦，还有包括 HDR 光晕啊、哦、边界啊、哦、这边点一下。啊，它会 HDR 就是高动态范围，它会让你的那个相片会变得比较，要怎么样？比较蓝色调吗？风格会比较强烈，这个叫风格比较强烈，有没有看到？你如果把那个 HDR。打开来的话，它的风格会比较强烈，怎么样？好，最主要是我们把它退回来哈、哦。刚才讲过换天空这些的东西啊、哦，你们自己去玩。那接下来呀，那天也有讲了文字工具嘛，对不对？好、哦，文字工具你要怎么写上你的名字啊？哦包括那个框，我都有讲了哈、哦。好，文字，点一下文字。好，文字，这边输入文字，好、哦，你可以打早安组，点两下，把它杠掉，好、哦，写一下早安。还有什么？我要字要粗，点这个 B， 有没有？字要变比较粗，我会怎样？点一下 B， 它字会变比较粗，有看到吗？然后字要斜，打什么？点一下那个 I， 哦，点一下 I， 哦，那字要放左边右边，哦，这边可以放点一下，左边右边中间，哦。然后好了，按勾勾，按打勾。好，那这个字你可以去移动，点着按着它去移动它。它就不动。不会啊，你看我的字。哈哈哈哈哈哈！就在我的范围。我的字点到那边，好、哦，还有什么？我的字形可以改变，好、哦，这边。字型可以改变，点一下字型，然后你觉得你要用什么样的字，啊、哦，会比较漂亮？你觉得你想要用什么字？然后点一下。打勾有才会动。对，它才动。对。才在它的范围内。旁边那个右边那个勾打起来。这有很多像，这有很多你的想要的字。旁边那个勾打起来。打早安。老师，我想。
么黑啊？然后那个是因为可能是你的亮度的问题，手机亮度的问题。你把手机的亮度提高。啊，对对对，真的。哦，对，亮字。哦，对对，这个字。好，这个字体有没有问题？啊，没有了啊，我们进入下一个风格。好，风格那天有讲，字体你要透明度要多少？50%也可以，有没有？就像那天我们讲过，你有些人会禁止人家倒煮，我会怎样？我把整个贴在这个 model 的身上，好，让他不要去倒煮，然后把透明度，对，把它贴在这上面，或者打你自己店家的名字，哦，让它不透明度增加。他如果要放在这里，我讲难听点，我们用那个移除工具，就把这个字移掉了。但是今天我如果把字放在这边，很难移除，哦，很难移除，哦，这样懂我意思吧？好，哦，再来就是它有一个格式，哦，格式这个刚刚就有了嘛，哦，那再来我们讲外框，它字可以做一个外框，好，哦，这边有一个外框，点一下字的大小，哦，颜色，我们例如说我们要红色，点一下它字就变红色了，你看它的外框就出来了，有没有啊？字的外框，哦，然后不透明度。啊，哦，或者是我字要点一下，我要做什么阴影，有看到吗？它的字就变成有阴影了。好，哦，然后它有一个填满阴影，啊，哦，也可以，啊，哦，好，那大致上就是这样子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讲一个什么？大家要讲一个图框嘛，对不对？点一下，好，这边有一个图框，再点一个图框。工具，哦哦，那一个在工具后面，跳过去是吗？对对对，跳出来。先生图片的旁边。这有很多，旁边有一个这些，你看。图框有进去吗？这一般我们会用在居家的相片，好，哦，你看这有很多，底下有很多框让你去用，好，哦，花式的框，好，哦，有跟到吗？没有，不是，嗯，哪里？不是，往右滑，最后面图框。最后面，还有一个图框，这边点一下，就是相框啊。对，就是相框，它就会很多很多框让你去做，你点一下，其中一个都可以，点一下，它的框就出来了。哦，很棒哦。好，还有各式各样的框让你去做，哦。老师说，你是说这个是要付费的？你这个不用付费啊。我跟你讲，欸，你们 TRY 它里面有一个叫 TRY 的，就是要付费的。就是要付费的，不要动它就好。要付费的你就不要去玩它。那为什么你说一天只能用一次，什么意思？那个它那个移除工具只能一天只能用一次，除非你付费就随便用。就是去把它涂掉。对，它因为它只是在吸引你，好，哦，那你觉得这个好用啊，你就买。就跟他买。对。那如果说像他这边写说什么是试用一周，那我们一周他是不是又要就开始还会算我们的费用？当然了，是要打勾勾是吗？所以我们等于是，所以等于说我们一周后我们就不可以玩这不可以用这个了，这个 APP 了。可以用，但是就是，他有一些东西他会限制你。他会提示你吗？他会限制你。哦。然后因为。你们都没付费嘛，对不对？啊，你们没付费的习惯之下，不能存档。你看，我一点进去，啊，对，有看到，来，不能存档。不能存啊！哦，有没有？
变成什么意思？你看，没有画画不能截啊，可以了，他会跳这个。哦，是不行，连错的。不行啊，他不会，他不给你截图了。那你看。他已经换了，你看，换好了，换好了以后，然后按着截啊，都要钱的都不给你，对，没办法当落下来，不行啊，他给你当落，他就不用做生意了，对，有时候可以让你玩，但他不给你，对了，知道你在玩他，有没有？对，我要把它下载，他也不让我下载，对，可以啊，其实也很好，一年八百块，一年八百块啊。一个月才60多块而已啊！不是啊，这不是每个月200啊？好。不是啊，不是贵。然后再我们回到这主观的部分啊，跟月定的。主观的部分。好，那天有讲过，这个也可以贴图。那我们会怎样？增加新增相片。这边有一个。新增相片，好，点一下，我们去，然后他会找，然后我们要找什么？找这一张相片，小的，我们等一下 A 加 B 嘛，对不对？现在要找小的是吗？对。小的就是我这边，那是好，我们把它打开来，把这张相片打开来，用两只手指头打开来，然后点一下不透明度，点一下不透明度，然后把不透明度降低，它就会把你的相片两个 合在一起了。有啊，有啊。我有点不透明度啊，不知道我增加哪里。不透明度，你有没有增加那一张相片？有啊，加进去了。你点到零了啊？对啊。点到零就没有了啊！你要把它增加，有没有看到？因为那个不透明度是代表第二张相片的那个不透明度。跟重叠相片的意思一样吧？是啊，跟重叠类似的那个一样。好，那这个是错误的示范。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小的东西清楚，大的模糊。好，那我们再回去做一次，因为我第一个我们应该先把那张。清楚这个小的这个点清楚这个这张应该是要当做第一张，好，然后再来就是增加，后来我们要怎样？要新增相片，找这张，对。那哪边有写新增相片？哦，这张我看到，有。工具列这边有一个工具列，底下哦。你往左滑，往右滑就会看得到。好，新增相片点一下，点第二个，点这个比较大的 model 哦，然后把用两根手指头把它撑开来。那再来就是不透明度要降低，点一下不透明度降低，哦，有没有看到？那你就会看到清楚跟模糊，大跟小。对不 对？那你要把它摆在比较适当的位置。好。一般是增加到30%，哦。
两个叠在一起，你找不到，你把它移开。好，这样有没有就会形成一个亲子跟模糊大跟小的那种感觉。哦，那你要它两个叠在一起把它移开，对。对，然后你要觉得哪边需要修改的，这边可以点一下笔刷，可以把你觉得哪边要涂掉的，也可以去涂掉，这样了解吗？好的话，你觉得 OK 的话就打勾。我没有 OK。没有 OK 也有全家，好不好？还有三人，你看嘛，我这样咱家怎么这样？来打。这样手指头打开来，哦，这刚满满的啦，不透明度减低，哦，有没有？哦，再涂模糊。谢谢老师，我的嘞。你这第一个，好，那再按加入图片，再找刚刚那一个，好，这个好了，点一下，它就会变成，再把它拉大，以后降低透明度，有没有？它就会把这个叠在第二张胶片，有看到？好，这样子。老师，我的刷子在哪里啊？啊？我有刷子啊，也要降低。刷子在这里，点一下。都要点，我都。右手边，左手边那个，左手边点一下，啊，就有笔刷。好。哦。哎，那老师拍这种相片的话，是不是要用这种模式才能够？都是我们拍的很亮很亮，那就不行做这样子。所以你们必须要掌控你们的曝光值，那不然就是又回来先稍微修一下，因为我这个也是手机拍的，我只是手机拍的，然后把它叠成一张图片。老师，背景要干净一点的哦。是啊。背景不干净，做起来会很杂乱。是啊，哦。所以我都没有做那么好，做不出这种效果。没有你。拍这个，你在拍之前，你就要先有想法。我打算怎么做？那天我教过的，你要让相片也比较有特色，要什么？大跟小的，清楚跟模糊的，对不对？对。哦，让你的相片才会有跟别人与众不同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好。那好了，就打勾。好，打勾了。他问你说要合并吗？如果合并以后就没有办法修改哦。哦。你确定的对？如果你觉得这样不 OK， 你再回去原来的地方。哦。啊，如果确定的话就打勾。好，他就把你两张叠成一张，有看到吗？好。这个就是我们利用这个跟那个叶子的同步曝光是一样的意思。哦。好，那再讲那个前面还有什么 AI 没有讲嘛？哈。AI， 我们那天我拿一些相片示范给你看，你们可以拿自己的相片出来。你们 AI 好像是。要付费，你们点点看。因为我的话，来，我们点一张哈，我随便点一张，你们自己随便找一张相片出来了哈。我找一张风景的好了，我点一张风景的，点一下啊。这是我之前拍的，对不对？那我们有一个所谓的 AI 趣味实景，点一下，好，然后他问你说这个是重新定义你的最爱，不管他，我们就继续。你看这个，他们有所谓已经制定的所谓的经典啊，向量图形，啊、哦，夕阳晚霞啊、哦，那这个东西，因为现在 AI 科技真的是很发达，我随便点一个东西，它就会自动帮我改，那它有一个生成式。点一下以后，我们它过了3秒左右，蓝牙风味的。好，那有点一个大理石的，我们点一下大理石的，看看有什么样的。哦，都好漂亮。对。
完全不同张嘛。对，它变成由他自己去控制了。当然了、啊，还有我们可以制定，我们这边有一个制定，等一下这边有一个制定，点一下，好、哦，比如说啊、我们回到原本的这张图，我们用 AI 聚会，好，我们定一个制定，我们制定要什么？美丽的云彩，我们直接打一个美丽的云彩，然后我们按完成，好，它就自动帮我。画面就停，瞬间就变成这样。那我前面已经有设定一些，我自己定的这风格啊，我这边有那什么，那个银河，好，那我们点看银河怎样。道理，对，它的道理，好。那包括我这边我已经有设定一个人像，哦，就是说我找一张人像图来把它弄在上面，哇，那个也很漂亮，哦，就是说现在的科技已经发展到这样子了，它已经，你给它什么指令，它就会帮你做出，比较漂亮的相片，但不见得是你想要的、啊。但你给他的指令越清楚，他就会帮你弄得像你想要的风格，哦。那我们如果用，我们给一个人像好了，我们去找一个人像的相片。好，我们找一个人像的相片，这一张好了。那我们用那个 AI 聚会的，然后找一个人像，等一下，看看它会变什么。老师是从编辑里面去找相片吗？对啊。AI 在哪里、啊？好看，这个漂不漂亮？漂亮，哎呦，真漂亮。但是眼睛好像没有，弄得很好。是 AI 在哪里？你先剪，这不是相片上是。对啊，你就找一个这个好了，然后啊，你这边有一个。那不见，把开启一下。哦，你们没有 AI 哦。嗯，不是，我就看老师没有找到，没有看到，不记得去了。对呀。不是，这边有一个 AI 的。对呀，他给我删掉，还是。AI 创作。因为你们没有付费，所以就会有些。所以付费，它是在。它就会直接在那个角落啊。在角落。老师，它那个付费吧，它是用什么扣？这边就没有。它用你的电信费，从你们它会从你们的电信费里面扣。就是像手机的那个。对啊。一个月二十几块钱收费。又啊，因为我是有 AI 的肖像跟那个 AI 的趣味实景，因为我有付费，所以他会跑到我这边。对啊，他在效果那里啊。对。所以我们这边没有付费都没有啊。是。在那里有随便给一张相片，我如果随便我找一张相片，找一张这个好了。
那找一个 AI， 那找一个这个影像。都是跳舞的，那么漂亮。看看它会变成怎样。这是手机拍的相机，应该相机。这相机拍的。哦，当然不拍。那我们再点一个丛林的呢？我们这边有晚霞好了，我们点一下晚霞。他的衣服是变成变色，还跟着。这个比较少用到吧。就是好玩啊，就是说现在已经风格已经可以做成这样。变个样子。哇，那这个是人是固定这样摆好姿势，你们用相机拍的？对啊。哦，就是摆好姿势。没有在抓拍啊。哦，有时候也是他在动的时候就抓拍。以前那 Photoshop 那个时候用
用手这边涂半天，是啊，画半天哎，是啊，现在不变化了，现在不用了啊。哇，真好哎。好，好了以后打勾，打勾以后，打勾以后你可以找背景贴上去。哎，我刚才没存档，我忘了存档。还有，你看，这一张，好，具备以后，这个就是我的背景。那我可以再怎样增加？我们可以再增加图片，点一下，把我要的背景弄上去。比如说。例如说，我要把它放在，这里这张好了，把它放在这边，然后透明度降低，好，把这个擦一擦，那背景就会。就有一个背景，绿色的背景了，这样你了解我意思吗？好，后面的背景由你们自己去创造，好，那如果是去背，就是我刚才讲的这样子，这样就去背了，好，那 iPhone 的人，我们有一个叫我们也有可以去背 ，iPhone 的，好 ，iPhone 的讲一下哈。有吗？有来，我跟你说，我们把相片打开来。好。不是相片大师啊。不是，我们用 iPhone 的，然后我们把相片打开来。那我要把这个人去背，我比如说我你自己找一个你自己的相片。哎。好，比如说我要这个人点一下。好，那。来，用两根手指头，就一根手指头就好了。来，我们把这个人点一下。啊，我知道了，压一下，他就会把那个这个人的人去背好了。对，拉出来。然后按拷贝，啊不对，点一下，按分享在，按分享以后存在。储存影像，这样按着，然后它会这样子啊，然后放哪里？你是用相片那是吗？不是啊，你不是说不要？对，按着点一下，按分享，分享以后就有一个储存影像，点一下。等等，那我过去。然后呢？然后它就会在你们相片里面。按住。然后再回到。下面然后再来，就是它就在这里了。这个就是你的具备了。好 ，iPhone 的人是这样子的概念。好，他就把你整个具备去好了。就把人抠起来了。好。只有人。是，他就抠人了。好，再来就是，iPhone， 好了，我们进入相片大师，刚刚把那匹配讲好了哦。再来，我们还有什么没讲？移除背景图案，这都讲了啊、哦。图
去贴纸，我们刚才还没有讲到贴纸。贴纸这种东西其实就是就加上这些文字有没有点一下，它就会帮你装增加那个文字有没有，好比如说增加一个叶子，我们把这个关掉，好，关掉加一个叶子，好，这个有一点像动画的感觉，明白了吗？比如说，再加一个南瓜，这些都是一些动画哦。点一下，那我们加一个这个，怎么样？要加几个都可以。好，他会问你说要不要从静态，还是要影片？静态就是什么相片的嘛，影片就是什么，它会有那个动态的那种感觉，好。还有一倍数、两倍数。啊，还有炫光，我们看看炫光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个我也没玩过。啊，你看，它还有那个，还有彩虹，还有不是，还有那个。还有那个烟火，我们把这个点掉，去点掉，点掉，然后放个烟火来看看啊，看看效果。好，这边你看，好，这边直接就弄一个效果，啊，动态的，啊，动态的效果。这有好多东西，你们可以玩吗？有啊，里面很多东西啊。对啊，里面很多东西啊。我有一颗心在跳，还有什么假节日啊？对对对。夏日祭典啊，啊，还有文字啊。这要自己玩的哦，这个讲完就讲完就。这很多了，这不玩一个，其他就会玩了。对啊。只要是点一个下去，你就知道说哦，这个功能怎么样，还可以放大缩小，看到我点着这个手指头，还可以放大缩小，好。那我现在的人物是太大了，如果你用小一点的话，你的拿一个小孩子放在这里，有没有？那我把那个烟火弄大一点，那种感觉又不一样。那你小孩子如果拍一张手指头往指着烟火的那种感觉，有没有？那效果又不一样，你懂我意思吗？比如说我现在是小孩子，我就指着那个小孩子指着那个烟火，好，那种感觉又不一样，对。但是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自己去创造。尤其那个你家的孙子，谢谢你家的孙子就可以把它拍一张照片，然后把去背以后，然后手指头。往那边叫，往那边比，然后再把那个烟火放大一点，好，哎，那个就是一个趣味的那种感觉。我都做到这样，我就毕业了。那我就等你做那一张。回去，搞不好我问他，他会给我个做。好。好。好。那再讲那个笔刷工具，哦，动态效果旁边一个笔刷工具，还有笔刷，哦，它就是可以写字，有没有？你看我在写这个字，笔刷工具，哦，还有色彩。比如说我要红色，哦，
有没有？就可以写成这个字，好，或者是用魔幻笔，它这里有魔幻泡泡，有没有？来看看，好，会产生怎样的感觉？你看。魔幻笔，好、哦，你看，做好了以后这样子，就这样变这样子，好、哦，还有很多啊，好、哦，这样子也可以。所以这个就是看你们自己怎么玩了，好、哦，好，再来讲，我们先休息一下，我要喝口水，好，先让你们自己吸收一下，不用了，他会自己去剪辑了。他会剪接对的，他会自己用的剪接。可是这个操作就搞不定，像老公爹一样。好，到现在目前为止没有什么问题。老师，刚刚这边的工具画笔工具。
的话，就把它空起来，然后呢？画笔空的。然后。画笔工具。把它空起来，然后之后呢，就可以把它带走了吗？对啊。勾是吗？打勾是。那个是背景图案，哎。不是，那个是工具里面的那个画笔工具，哦，有个笔刷是不是？工具。不是啊，那个是在这是笔刷哎、欸。对啊。你要的是这个。就是你刚刚要把图框起来的。那不是。抠图了是吗？移除，移除背景。移除背景。描边。移除背景的描边。好，移除背景有没有？点进去以后，好。那个时候是增加，看你要增加背景这些图案，或者是描边，描边点一下。点一下描边，它就有这个。对，来看你要哪一种的。我是觉得这一套软体买了，给他买下去了，这软体怎么买？一年才800块啊，800块，你是除以12个月，12个月，其实也才50-60块。对，66块多。对啊。你吃一餐就。光是那个天空。就我划得来了，所以那不用买了，天空都有了。我快醒了。你可以从阴天，对不对？拍到。闪电哦。对，我还打雷。有时候。老师，你看，你看我移得很好啊，你看。是啊，对啊。我拿自己的照片。哇塞，看看。对啊，他把背景去掉，然后增加自己的背景。自己摸。荷花自己是你自己拍的荷花。真的，不是荷花是我抓照片的，这是我自己吗？啊，你把人抠出来。因为我刚坐在大石头上嘛，然后我刚好移，这里一吐。你是先把那个用 iPhone 的那个抠图背景把它拉下来，对不对？然后再套一个相片下去。对，就是你那个的 i 的，我要买要什么 AI 的嘛？你先拍风景。买了吗？是拉要买要什么？拉进来。我要问你怎么买？它的话，这边有一个，这里啊，点一个。要用 iPhone 才能拉。试用期。写一下，我的衣服掉了。他问你每个月800块啊？那每年啊？一年800块啊？那你每个月800块？点两下，确认，哎。然后呢？他到时候就直接从你的那个购买成功，成功了。他直接会从你的电器里面，他直接从你的电器费里面扣啊。你要再漂亮点哦，一年赚钱。不是，就跟买天赋一样的，我已经买了，所以现在应该是没了。好，那这样就没了。好，那你现在找一个 AI 是吧？找一个点一下这个，好，你就会有。有啊 ，AI 风格啊。很
下，有没有？这有卡通风景，哦，这么棒，好看。好，好，再来就是，应该哪有？他已经，我已经订阅了。对，他确定你订阅了。马上确定，刚没有，他知道你正在玩。我们先增加所谓的天空，有没有？等一下，你应该所有都可以玩，因为 N。他为什么还要 N？ 我已经付费了。N 叫是 New， 这叫新的。对呀，对呀。这是 No。对，有没有？表示你都可以用。好，你如果确定好。打勾，打勾，然后按存档，它就把你存进去，表示你都可以用。我现在因为我已经付费了。对。马上在手机里，下个月就拿到了，又多付了800多，那也还好啊。一个月一年800呢？一年800而已啊。一个月还连60几块而已。咖啡不要喝，咖啡一杯就不值了。对呀、啊，你喝一杯好咖啡都很贵了，是吧？真的，像这个那张相片是用左手拨珠，对耶，他右手写左手拨，就跟打那个以前我们打那个，我在研究一下计算机的时候，我手机跟一直用这样子，哎，那个跟型号没有关系，很早以前会，然后现在都不会，不用都。好，靠你了，你不要给我压力，我老师给你压力，不是我没有，我跟老师说我是，我很菜的，只是觉得买下来才可以，对呀、啊，才能够，然后我就有 AI 了，对，因为那些图，对呀、啊，这是好玩的贴图，他说，你的好兄弟们都在网络上就不在了，有一次呢，他说有反光，所以。像你要烟火，随时都有烟火。什么烟火都有。对。叶子不用剪了。它是在功能没有那么强啊。哦。对不对？下面大是比较。下面大这个功能比较多啊。哦。那我在。你们先把这两个相片，我放在群组里面，这两张相片先 download 下来。好，现在有。对，等一下教学就会用到。下载了吗？只有三个人，四个人，还有一个人没打开。那我啊，等一下。对，这
人接收到这相片啊？我回一件事情，还在问呢、啊。我以为我到大白山哦，我以为招吗？你看，我就上面有看到四个人，表示最起码有四个人。有了，有了，下载真是开那么快，没那么快。把这两张先下载下来。教你们怎么做云洞，云洞，云让它动。那天我不是讲过云，怎么教你做云洞，还有或者是那个水流。先把相片大师打开来，我们把那电灯往这边遮住。好，相片大师打开来以后，把那两个相片，我们先打黄色的那一张。按编辑的对。按编辑。效果里面再往左滑，会有一个动态相片，你看到吗？能不能进去？好、哦，这边有一个动态相片，滑到底有一个叫动态相片的。好。点一下。好。那我们要做这个效果之前，你要先了解我们动态，第一个就这个叫做动态。动态的话，你要决定你的水往哪里流，所以你就必须要这个点一下往这边滑，因为我要让它水往这边流，对不对？嗯。好，那再来就是冻结。我们所谓的冻结是什么？什么东西不要动，什么东西要动？那冻结的话是怎样？石头不要动，好，你就把石头画一画。好，好，我们现在先开始做这个动作，先点什么？动态。点动态，点一下，然后水往右边滑。右边滑。对，啊，你看它目前的时候，连石头都会动，对不对？对。好，那再来就是冻结，我们再来要做什么？冻结的部分。冻结的时候，我们现在点一下以后，那大面积的话，你大面积的话可以把这个滑那个滑动把它变大。不行，这边会变大以后，你去擦那个石头，用那个手指头去把石头擦一擦。看，会变成这样子，有没有？擦一块石头就不动了嘞，其他都不动了嘞。没有，你要先擦完，全部擦完了。你要把石头有看到石头的都把它擦，擦干净。好、哦。那连水也不动了。对，目前是不动啊，等一下它就会动啊。这样挺好玩。石头。好、哦。这样包括，然后，好到遇到这种情况会怎样？我擦错了，那我要第一个，我要把这个，因为缩小，因为那个它的范围太大了，我把范围缩小，先把它缩小，擦那个小石头，但是
我刚刚插错了怎么办？点这个笔笔画，对，它会有一个插的跟插橡皮擦的跟要插的，哦，所以先把我把做错的先把它插用橡皮擦把它插回来，有看到？好，然后再来，我缩小以后，我把我再用笔刷，把它刷一刷。你在刷的时候，它旁边会有一个小萤幕，怎么样？你在刷的时候，旁边会有一个小萤幕，会让你看说你到底刷到哪里了。右上角，左上角一个小萤幕。左上角啊。有，你看，有看到没有？现在看我，现在看我的萤幕。我没有看到。你看我的萤幕。我看你萤幕了。好，你看到吗？我都没有。好。我们两个手机好像不太一样，所以。一定都一样啊。我是刚开始是点那个什么因为你要把，好，因为我们有时候放。要把它放大来刷才会比较准，哦。老师，第一个动作是点，它没有进去。第一个是动态啊。动态都没有进去啊，在哪里动的？走到哪里跑？那你刚才就没有讲，没有来这边滑动到，滑动到动态效果。老师都看得到。然后再来就是滑动到动态相片。然后动态点一下，点一下，然后箭头往这边，因为水要往这边流，开始动了，有没有？那现在再来就是点冻结，你把你要的擦一擦，擦一擦。那但是我笔画加大，我就把笔画加大，把大部分的面积先擦起来。好，出来的老师，然后放出来是吧？对，把大面积的先擦出来，擦完以后。擦完以后，再把它缩小，把它擦小面积的，这样会吗？好，好，我们跟着做哦。要把，因为这个会比较细工，哦，因为有些石头跟那个我们两根手指头把它画大、放大以后。对，把石头不要动。这考验你的眼力啊！对，完蛋了，免得到时候跟着流。
网络是你要这个画面机，还有速度的。大面积哦，你这个特别速度特别大啊，就你就把这个啊，把这个比较好。然后小石头呢？小石头就要把这个，就像都是石头，弄小一点，把毛去化一个小。好的，不好意思，好像也就是要转动起来的意思。老师好认真在涂哦，涂啊。小面涂。小面积。对啊，那个。没有，其实没这样小孩。然后涂什么？就是那个石头好像也是。老师好认真哦。这个以此类推啦，就是说
该动的让它动，不动的就让它不能动，哦。有没有做出来？有，老师用石头钉住，冻结比较快。是。冻结，然后再去弄水，先弄天。对，然后把它冻态做出来。没错，先冻石头。先冻。对，先把冻结的部分先把石头冻出来。再画一个箭头就。然后画一个箭头就出来了。然后你那个速度的部分就看你们自己去决定，要快跟慢。台风天。好，这个也可以取决，这个就我刚才讲过，也可以让云动。先冻结哈。对，先冻结。先冻结，把那个石头那些都挖出来。先打勾啊，这边打勾勾。还没动啊，水还没有弄。有没有做成功？云也动了。哎，云也动了，水也动了。石头是不动，石头就不能动哦，石头动了就太假了，就不对了。嗯，还好。对不对？不要石头。你可以把那个底下的石头还不错，还很安稳。是啊，我刚刚石头还很安稳哈、哦嗯，没有没有留走，没有把它截了，截住了。哇，就把箭头拿小，打个勾，还可以快一点的。对，要快要慢，由你自己去决定。好玩好玩，这边可以玩一玩。没问题。好。快一点，那就比较明显。那我们再来做那个云，那这样就 OK 了哈、哦。那我们如果好的话打勾，打勾以后，那天我教过你们要做影片，或者按做 gift， 然后要上传到 Instagram、Facebook 都可以。那你们只能目前可能只有选择720p， 对不对？你们的，因为你们不是付费版本。顶多只能做到720p， 他会给你们做，应该是会给你们做。对，你们的只有六秒，好像顶多只有六秒，因为你们是。我弄到只有六十八秒都不行。对，弄到十八秒他会叫你付费，六秒应该你们应该是 OK 的。哦，可以来一个，跟那个水一样啊。对。那我因为我是付费的，我可以。用到 1080p 或者是 2K、4K 都可以。对，那相对的越高画质会越好。对，我那天有讲过哦， 2K、4K 画质会越来越好，相对的占你的记忆体空间也会比较大。哦。那秒数。你们只能六秒，但是我可以延长到多少？最高到30秒。奇怪，我24秒也可以嘞。对呀、啊。可是你不能存档啊，你存下来。可以啊，存下来了。存下来了。哎，奇怪了。那就不行。对呀、啊，我们4K 它都可以让我。不行啊。我走到4K 了。你走到4K， 那。24秒啊。那你。24秒啊。存档啊。存档了，我打开来了。有。有啊，我存好了。我从我相簿里面打开来啊。我看看影片的照片。会这么长。影片。那要恭喜他有开放。我以前玩的时候，顶多是720p 六秒。可以，会给我看，有有会出来，所以说我们刚刚试验一下哈。对啊对啊。要几秒老师？你们看你自己啊。你，我跟你讲，你选择六秒，就是只能看一下子而已。但是你选择12秒、30秒会怎样？加音乐。哦，会比较久。对不对？会久一点的时候，你要加一点音乐才会感觉到音乐，这个要另外一节课了。下一堂课吗？对，我们可以在最后一堂课也可以办讲这个啊。啊，办这个。我们还有两堂课吗？一堂外拍，一堂检讨课。好。你试试看，可以吗？我只有720而已。好。可是他怎么存那么久？要啊，要还是要跑啊？还要跑啊？可以耶，可以，对啊，跑很慢，好，那我给你的这个示范，
那我希望你们用自己的相片去做。好。哦。我现在要下载。那一定要拍到有流水了的照片才可以的哈。不一定啊，你们可以选择云啊。我们现在，我们再来做一个云的。好。我们回到那个原本的相片。我下载就很快啊。对呀、啊。好，来，我们再来做。老师，你是五 G 的。对啊。来，我们点一下这个。好，我看一下。好，这个。再来做一次，那个点到最后面的。点到最后面的什么？动态效果，点一下，然后再拉到最后面，有一个叫动态相片。点一下，按什么？先按冻结。对。冻结，我们要先把这个三画一画。先把三画出来。这个比较好画哦，它比较不会在中间暗藏什么礁石那些。如果有小鸟。然后那个云那边也有那个哦，也有山哦。哦，对，隐隐约约。云那边也有山哦，所以你还是要把它画清楚哦。好，山好，太厉害了，这样看我再画，不管它下载是什么样的，下载是什么样的，好，你看我出现了这个问题啊！你看那个山的边缘没有画好，就会怎样？跟着跑，好像云，然后山跟着跑了，怎么样？所以这个叫做错误的示范。有一个山在跑。这个叫做错误的示范，然后我们再回到原点，再把那个冻结的部分再增强。可以多三，可以多画一点点，边啊、对，边可以多画一点点，好、这样就比较像了，来看一下效果，有没有？云在动了，但是山不会动。对。哦，云也在动，这云雾也在动，有没有？对。这样就比较像了。哦，山都不能动，哦，要不然会穿帮嘛。对。哦，就好像云海有没有在飘的那种感觉？那速度就取决于你自己要快要慢，这个有慢有比较慢一点的，有没有？对，我用到36的话，它运动的比较慢的，有看到吗？那我如果运动到70几、80几，像云瀑一样，哎，它云就动的比较快。对，有看到吗？有。好。然后呢？彩霞呢？海峡，你可以往，你可以往左上，往上走，也可以，好。真的耶，怎么会黑呢？我因为涂错了，所以要重新来。那你把那个
我不丢我会骂你，那些不对啊，错误的示范。不动山洞，你多厉害啊！不动山洞，好，好笑。你要好好就好了，就准打。这个很棒，这回家可以玩一玩。太好玩了。以前我好像做了很多，我们看一下啊，好看一下，看一下我做了哪些。你看，我有做了这个。哇！哇！会飞呀！你这蝴蝶是从哪里抓来的？蝴蝶好像也在里面啊。在里面的老师，这个是，这也是相面大师。对，相面大师。然后，落叶，落叶。哦。哇。可是这个落叶看起来假假。哦。蝴蝶好可爱。然后那个。蝴蝶也是假的。对，也是假的。还有这个灯泡。哇，灯泡。哇，这个有好像。流星。哇哇哇！老师这个也这么厉害，这个。流星蝴蝶。加流星。哇，你，老师你花这个钱值得，你看你做这么多作品出来。嗯。蝴蝶。蝴蝶，好。啊，这个就是云洞。啊，对，后面一个云在动哦。哼。这个是。新屋的那个，不是朝阳宫啊，哎，朝阳宫，然后再换这边。我们要拍的话，可以去这个地方拍。然后那个彩霞给它。啊，这个也是一样，用蝴蝶。好，那个碎片的效果。哦，有没有？哦，这好像魔术大师哦。啊。我们等下也可以玩这一张哈。嗯。我去看了，对。这一张也是那个碎片效果。哇。哦。哦，这张也可以。碎片，这叫碎片。哦，你看，我是在金门拍的。哇。哦。哦。这是那民族文化村吗？这个不是，这个是在人家的四合院。不是民族文化村，在另外一个地方拍鸟的那个戴胜那个地方，那个叫，我突然忘记叫了，就叫那个地方叫。你那是刚好没有碰，那个天宫真的是好像那个。好像那这个不是做出来的啊，这个原本他那天我去拍的时候就是这么漂亮。好，我只是做一个效果，把那个云，你那个感觉让它做出来。那个屋子好像很哇，哎，老师，这个云是往这样天空上吹的，那你的箭头是往哪？箭头呀，就往上啊，就往上啊。对。有什么奇怪？那是把箭头往下呗。箭头往下就不对啦。那它也会动。也会动啊。可是就怪怪的。这次你就怪，觉得怪怪的。我就试验一下，这样偷偷看就知道了啊。都一样，哦。你这往左、往右、往右边画的，对对。往右边画的，对。右边哪个角度？是。我们两个侧边，那肯定就可以做到这样子才好。水啊，云啊，哈。你看那些，我这下面这个，原本是。哦，哎，彩蛋的呀。那雷是做假的啦，啊，实际上我是用手机在我车上这样拍的。是这样子，这个晚上是这样子，我等下可以看一下实景。那我只是雷加一个雷上去，加一个打雷。这好像世界末日一样，要做多多好事帮我打雷，搞得像世界末日一样。你看，这个是那个美桃他们同学，他们和尚班的同学。啊，其实晚上那天拍的时候是这样子。这有点复古的那个。那些实际上，他穿黑的吗？不是，他是把它做黑白的。嗯。对，那天我看。他也是实际上。
放烟。可以吗？第四个是心形。
第四个星期呢？对，那我们点第四个星期。是，我把你手没有找到。啊，行政有。行有。这个把点点了。两点了，然后呢？哪个？不是这个啦。行政的，有了，点行政。动态效果里面。行政怎么知道？对线效果。看得到啊。看得到啊。里面是第四个。第四个，好，第四个打勾。第四个哈。第四个打勾。点第四个要打勾啊。对。打勾，点第四个然后打勾。好。哎，再回点一下，再回到碎片效果形状，点第四个。打完勾。打勾。不是不是打勾。哈哈哈哈哈！打出去了。然后点这个，应该点这个这个三角形。
推荐的程度，点一下，有没有？推荐程度点完以后，淡出这个就比较少，然后再来就选速度，选速度要快跟慢。速度要快。好。最后再来去选，最后再来去选形状，形状你要三角形、心形都可以。好，好了，好了会怎样？我们要打勾。最后是再选你要的形，你要圆形、三角形、心形、泡沫。好，那是最后选完以后怎样打勾？打勾它就会告诉你，你要用静态的方式或者是影片，有没有？对。好。静态就是什么？相片嘛，对不对？对，就是照片。那影片的话，它就会影片点的话，就是跟我们讲的一样，有没有？我是要几秒钟？六秒钟？十二秒？十八秒？三十秒？由你自己去选择。哦，再来720p、108p。好。正常是720吗？影片。720，它的传输速度会比较快。相对的画质比较差，好，那你1080，一般我们会选择1080，对，那秒数就是看你要6秒或者是12秒，对，啊，一般我们用这种12秒就可以了，好，啊就好，好了就按右上角一个。他就帮你储存了，好。那你就回到我们的那个图片里面，你就会看得到这张修改好的照片，修改好的影片，对不对？好。我们看有没有这个影片，好有哦，好的，好。那 iPhone 的人，我们有一个叫做 iMovie。嗯，在哪里？啊，我们有一个，你打自己打一下，搜寻一下，叫 iMovie。哦，在哪里？在 iPhone 那里哈？不是，在我们原本的内建影片就有一个叫做 iMovie。你看有一个叫做新型的，如果不知道的人。是不知道的人是直接在那个我们的这个里面来这里在这个目录里面来说往右滑目录这边里面这里，这里，这里就搜寻，这边有一个搜寻，你就打 iMovie。搜寻。iMovie，I M， 你看就有一个，怎么样？好 ，iMovie 打一下，点一下就出来了。iMovie， 这个是你不是在 Google 里面的？不是在这里里面。老师，这个可以下载吗？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I 一，清清出来就对了。对。O V I。嗯？哎，你怎么没？它就是内建的嘞。你会不会自己把它删掉？删掉啊。啊、哦，那我们一般 iPhone 里面会有一个叫 iMovie 的，那我们点影片以后，点这个，点一下。我们没有啊，老师是不是？对。好，那就不要用 iMovie， 那里也没有用。好，这个时候。哎，真的没有。它就可以帮你配音乐。它自动配。对，它会自动配，不一定你要你自己其他的影片，其他的音乐。那像我们没有，我们在哪里配？在研究。一定有，我跟你讲，一定走另外一个捷径，知道？奇怪。它这里有很多音乐。那个手机里面的 iMovie， 它就会帮你做一些小影片的音乐。Thank you.
平行光线。好，所以动态里面，动态效果里面也有很多这个，那就像我刚刚玩的那个有没有？那个心形的有没有？点一下，有没有？哦，有时候也这边也有。好，你看这个，还有一个心形的，怎么样？哦，好啊，对，还有一个彩虹，可以弄个彩虹下去，等一下。那是乌云啊。那是彩虹啊。像乌云。还要下雨了。好。还要换天空。好，这可以把天空换掉。刚刚讲的，我可以做一个星星，有没有？
所以你们自己的相片可以用自己的效果这样去做，哦。真的很多啊，这个这漏光就会产生不一样的光线，哦，这里，哦，不一样的漏光效果，哦，还有什么叠加爪痕。这就是那个旧的那个，哦，蜘蛛网是吧？叠加最后一个，竹筐，你把右往左滑，滑到最后一个叫叠加的，好，哦，进去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那个爪特殊效果，好，哦，特殊效果，你看这蜘蛛网是吧？
好，读完以后把动态点一下，然后箭头往什么？往右边。往右边，然后云也是往右边。我好像有点土石流，土石流，再回去做，好，冻结，把那个石头多涂一点，超过那个范围没有关系，没关系，对，对。好，下礼拜不上课。
一些相片来，那我们也好检讨。